谢谢大家的掌声，请各位静坐。各位市场的前辈，各位领导人，各位战友，各位朋友，晚上好。好吗？首先，我要先趁这个机会，先感谢各位的出席，也感谢各位留到此刻，听小弟讲两句。那么，也要跟你们道歉，弄乱你们的头发，弄湿你们的衣服了。哦，因为迫不得已的，需要在这样的会场里面主办我们的表扬大会。因为人多，平常我们每三个月每一个季度呢，我们都会有表扬大会，三月、六月、九月底，就是今天和十二月份，通常我们都会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办几场。今天非常特别，我们把世界各地整个 VV 国际的人都聚集在这里，所以的确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参与的。今天只不过是我们 VV 的其中一场领袖表扬大会。今天有可能一些新人哈，第一次来就是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表扬大会的，我代表 VV 欢迎你们。那么有可能啊，你是不小心看到路边的广告，诶，有演唱会，他们被骗来了，哦，是被推进来的。在这里我也向你们道歉，虽然真的是有人唱歌，虽然真的唱得很好听，不过里面也穿插了很多我们公司的元素，我们公司的很多东西。有可能你们觉得奇怪，不是来看演唱会吗？怎么会来牵涉到一家公司？那么我先代表我们的组织，哦，用可能他们的技巧没有这样好，哦，没有办法，用公司的方式来邀请你来。那么你是被莫名其妙推进来看演唱会的，在这里先跟你们道歉。不过，老实说，你我可以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见面，小弟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珍惜。非常非常的珍惜这样的一个缘分，这个是不懂老天爷多少个世纪多少个年来安排到今天，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会场、这样的天气这样来见面。我非常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缘分，感恩你们的出席。那么，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公司是什么公司的话，在这里，首先小弟先自我介绍。小弟我叫林文峰，目前是立会国际的执行总监。那么立会国际是一家直销公司，所以我非常感觉到骄傲，我是一个直销人，我这一辈子也只做过直销，目前到了现在呢，大概做了25年。那么我也只会做直销，我非常感恩自己接触到直销。希望你们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，刚才那些上台的人，刚才那些出来表扬的人，有大部分在台上讲话的这些人，都是先感谢我，先感谢我。你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？它绝对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，它不是用任何一笔钱可以代替的。我非常非常享受这种感觉。刚才今天有上万人被表扬，万人被表扬，每一个能够走出来的摇着旗的，得到每一个人的掌声的这些人，最低都要做几十万的业绩。今天能够站在舞台的，
那些飞马领队，每一个飞马领队最低都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接近新兵500万的业绩。你们知道刚才在台上有多少人吗？整千人，整千人，每一个都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完成，最少都要500-600万的业绩或者更高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什么东西。如果说今天一个行业、一个项目，它可以使我成功，通常一般都是那一两个人成功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很成功，不过都是那一两个人成功，很少看到有成千上万的人同时一起成功的，这是在市场上很难看到，甚至看不到。今天你们来到这里，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，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，今天你看到，你看到了这样的一幕，你必须要思考，里面有一个启示要来告诉你。今天好不容易可以来到这里，有些人坐车来，塞着车来，有些人包飞机来，有些人千里迢迢的用很多方式来到这里，我们绝对不能空手而回。进来的你和等下出去的你必须要是不一样，你绝对不能空手而回。当然我不是叫你搬那个椅子回去，这里必须要有所改变，有所成长。我们不要白来。今天在这样的会场里面，老实说，我也要真的感谢你们。没有你们，我也没有办法来到这样的一个场所。这样的场所不是每个人时常可以来的。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来，不过接下来我们会时常来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先给你们了解一下立威的作风，有可能我等一下讲了一些东西，你们会了解立威的作风。对，今天的场面确实很轰动，确实很多人在上面，哇，感觉很爽，包括那些歌手，包括那些歌星，他们都会觉得说，哇，不得了。不过这不是立威的标准。今天你是做了看，确实没有买，确实没有买 It's OK， 没问题。 Reway 的第一场会议在大三角，马来西亚200人的会场，来了8个人。 Reway 的第一场表演大会在新加坡，100人的会场，21个人，包括我在内。我们第三周年的时候，第四周年还是第三周年，大概那个时候，就是大概10年前，我们在槟城的室内体育馆，一个10,000多人的会场，来了不到500人。不过这个绝对没有办法影响到 Reway。眼睛蒙了。不满，我们下一次弄给他满。下一次再不满，后一次我们弄给他满，满到必须要同时2个国家体育馆来做我们的表演大会。立威就是从这样出来的。我们的第一个表演大会21个人，就第一排。可以做到今天这样，那么我相信这个将不会是终点。什
甚至它会是一个起点。今天同时这么多人成功，然后你们思考一下，它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不可能，肯定有某一些理由在背后。这一刻可能时间的关系，我想到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有一句话这样说：财散人才聚，财聚人才散。当你看到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都很成功，证明一样东西，财是散的。就是说财富它是散播出去的，它不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因为财聚在一个人身上的话，人才就会散。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在这里成功，证明这家公司是财散人才聚，确实是如此。我们的公司直销公司产品导向，不过我们的奖金分配制度比市场上的很多money game还要高。我们拨出去的奖金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。刚才在台上的很多领导人，他们的收入都比我高，屋子比我大件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成功，是不是啊？才会有这么多人想冲，这是第一点，也是很关键的一点，也有可能会改变你整个人生的一点，因为那个财富就有可能去到你的口袋。再想一想，公司能够主办这样的会议来支持你们，会不会有很大的力量？再不可以的话，可以去到月球，我们都去的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因为从一开始一个产品到今天，这个产品还在。从一开始，我们38罐，那个什么样品，38罐样品起家，到今天每个月都几亿几亿新币的业绩，这个产品应该有东西，不然不可能每个月这样几亿几亿的业绩，甚至一个产品我们在台湾拿第一名，是不是？那个是表面上的，我们是第一名，不过实际上很多国家他们有爆出来的，我们也是第一名。一个产品，这个产品一定有东西，这需要你很深刻的去了解透彻，因为这个产品也有可能改变你这一生。好的产品肯定，不然不可能到今天。好的奖金分配的情况，钱甚至可以赚的比他的创办人老板还多，过瘾吗？再加上刚才我说的那席话，你可以感受到公司的一些作风，公司最明显的一个作风就是有斗志力，不行我们再来，做不到我们再来，做到可以为止，做到完成为止。过去15年我们是如此，未来的15年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天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跟自己讲说，好，既然接触下来会有这样的情况，不妨把今天当作是一个开始点，一个以在国家体育馆，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开始，想象一下5年10年后到底你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有可能下一个冠军就是你。刚才Joe有讲，这样的场面就是让我们做大决定，大决心，
这样的场面都无法让你做大决心，我真的不懂要怎么帮你，因为这是最大场面。大决心做什么？做一个决定，什么决定？改变。你必须要改变，把自己改变得更有信心，把自己改变得更勇敢，把自己改变得更有斗志力。各位，另外一句话这样讲，他说 ：“Change is the most constant thing in life. Without change, there is no growth. Without growth, you begin to die.” 什么意思？他说，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，唯有改变才是永恒的。没有改变，就没有成长，而没有成长，你就开始灭亡，你就开始死掉。所以他继续讲说 ：“To grow is to change. To perfect is to change constantly.” 就是你要成长，你必须要改变；你要完美，你必须要连续不停的改变。所以每个时刻，你必须要问自己，每个时刻，你必须要提醒自己：对，我可以改变，我可以改变的，做得更好，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努力的人。我可以成为一个 更有信心的人，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勇敢的人，我可以更有斗志力。那么成功、幸福、快乐对你来讲只不过迟早的事情。那么今天也可以算是一个庆祝会。上个月我们有一个最高峰会议，连续三场，在三个不同区域。在最高峰会议的时候，我提到一样东西，我提到促销。从去年年底，因为疫情的关系 ，Freeway 就是很有斗志力、一直冲的公司。我们甚至促销可以去到七送七。你都知道，一家公司一个生意，如果每天都买一送一，你说顶得了吗？顶不了。所以呢，三个月呢，哇，在高峰会议的时候，我就非常严格讲，没有了，不可能了，促销必须要停止了。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自己销售出去的，我们不需要促销来制造业绩。三个月我是这样讲。所以上个月我们出了一个一套送三的一个促销，对不对啊？七送三。后来会议完毕以后，我有点后悔，因为我发现到今年只剩三个月，是不是啊？也就那三个月而已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可能说，哎呀，不要了，哎呀，怕这个怕那个嘛，对不对啊？又怕，所以这个月的促销，七盒送五盒。你真的不要以为时常都会有，因为从第一天一套七盒。卖3688新币，很多人一听到哇吓到，其实它是一个半年的疗程，半年的疗程啊，所以它的价格其实是很合理的。我们不是哇自己叮咚自己想的价格，我们确实在市场上是能够竞争的，尤其是跟产品效果比较强的话，从第一天就是3688，15年后的今天还是3688。15年没有起过价，你说这家公司你就可以观察到它是一家很有原则的公司，某一些东西它很坚持它的原则。各位能不能够告诉我第二样东西在市场上15年过后没有起价？有把第二个举手们来，也就是说既然它不是它违反了自然规律，也就是说它迟早会起价，同意吗？
十五年已经证明我们这个原则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也已经够了啦。你是说迟早他会起价？也就是说，现在如果加入，他是在起价之前，是不是啊？那是好事嘛？不可能等到起价过后才来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机会？这样都没看到机会的话，你好自为之。我们也是尽力了，希望说今天你可以给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机会，非常难得，不是没有机会哦。你肯不肯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？你肯不肯给自己一个机会成为下一个冠军？你肯不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翻一个飞马？不是没有机会，机会怕怕，主要问题就是不肯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。下个月会有一场比今天还要震撼，40,000人，不过却是培训费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是有桌子椅子的，它会发生在曼谷，也就我们一心的领导人可以去，也就是说近期完成一心的，尤其是这个月完成一心的，上个月完成一心的，这是。